了吗？太厉害了。熟了吧？熟了没？陈燕之，我碗都在那儿，我碗在那儿呢。他换个新的了，这是他的碗。哎，不用，我的米饭就是米饭吃的。就个米饭，那个米饭他要。对，就盛一点嘛。啥上怎么样？好，当然可以。好啊，你看。OK。给你多一分钱。等一下，我给他请你。好。OK。哇，对你真好嘞！范姐来一下，对你特别好。谢谢。范姐，给你哥，谁要吃？要吃吗，梦姐？梦姐要吃吗？来，老板，你品尝一下冠军西红柿炒鸡蛋。这个我如果运营上没选好吃的话，大碗了没关系，那老板我去跳去。谁要吃？要米饭里可以，我来一口，还挺香的，很香的，还挺香的啊！芝麻，芝麻干芒格，你做的我要尝一口。你做的包吃吧？你做的包吃吧？你做少了吧？你是不是应该多做点？你不够分的。我这一人一口够的，对，可以，把这盘子放在这儿吧，再坐一会儿。可以，西红柿炒蛋，可以吧？可以。吃来一点，来一点。哦，你真做的可以，你点个赞。没了，那有的，还好亮点。小陈，下次少换点糖啊。